小飞龙，你好像听过，名头很响啊。怕了吧？怕了就老老实实五块大洋拿出来啊！我保证不打死你们。五块大洋给人家吧。哎，五块大洋是吧？少一块也不行。来。 我跟你说，你不敢对我这样是吧？你要刚才报上名来，无名小辈，不足挂齿。好，你在这给我等着啊！别动啊！别动！我叫我二哥、三哥一起来，打死你们！你看，师兄，哎，小小，五块大洋，人嫌不够，再加50吧。哎，好嘞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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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よし、わかった。日にアプラを注こうよ。明日、ヨーバウンド出番じゃ。はい。你是谁？我叫霍定先生。海南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伊莎居然给你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让我特意给您备了两瓶好酒，说是孝敬您老人家。海运停止了一个月，你还能弄过来这么好的酒，你挺厉害的。不是我厉害，是伊莎厉害。怎么样，霍领事，我们找杯子喝一杯。伊莎不让我喝酒，他知道我通风。我知道你想把我灌醉，对吧？香还是老的辣，我的小伎俩还是没能逃过您的法眼啊！我酒量很好，你灌不醉我，所以不如直说。好，其实呢，自从我上次救了您的宝贝女儿伊莎以后，我你不要再提救伊莎这事儿。这人情我已经还你了，你抢了张王林老婆的时候，我派了军队救你，你才能离开上海。哎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如果非说欠不可，还是你欠我。我救了你，救了张王林老婆，这是两条命。那是我老婆。啊，行，现在你老婆谁知道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直说。其实今天。我是来做一个说客的，这个，他们已经拿出了自己应有的诚意，所以我希望霍领事您能看一看这些条款，然后在上面签个字儿。软了，低头了。既然他们已经低头了，那你就让他们低头倒地，把条款全删掉，然后我就签了 ，OK 了。您还真是够幽默呀，霍领事。做买卖都讲究一个讨价还价，您倒好，直接让我白送。来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。Come on。对，你们多吃点啊。这人是铁，饭是钢。你说你们罢什么课，游什么行，革什么命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就是因为你们，现在外边好多人都连米汤喝不上。你们可倒好，闹完了之后，霍领事还得给你们加肉加菜，有吃的就不错了啊，都知足吧。我东西怎么了？我快走！
Prepare yourself for a treat. 哟，如此看来，这大英领事还真是个美差呀！哎，没办法，谁让我那么喜欢你们中国文化呀？嗯，放心吧，我会带这所有的东西回英国，我会好好对待他们。嘿，你爱我们中华文化，就要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去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些东西可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，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啊！狭隘的民族主义啊！这些宝贝应该属于全人类的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应该给更多的人看，不是吗？也是哈，有朝一日我也要去你们皇帝那儿。搜罗一些你们的宝贝，拿回我们中国来，给我们中国人看看。我们中国人更多，更是全人类。可以，欢迎。但是你的国家得强大才行，你需要船、火器、大炮，明白吗？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哦，那你就。挑几件？挑几件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你跟闹事头子很熟，所以你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。哎，你拿几件送过去，他们放在自己口袋里，高兴了，因为这些东西很。之前完全足够让他们过非常好的生活，嗯，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吗？你这算是将心比心？你们中国还有一句老话，叫“人无畏己，天诛地灭”。厉害，真是个中国通，用我们中国人的东西贿赂中国人，然后赚更多中国人的钱。这个就是你们中国人教我的。领事大人，领事大人，巡捕房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啊，那边刚传来消息，说是一个中国学生中毒了。下了车，不让他们把大门关了，我一直让人出。向搜身，如果找到任何可疑的东西，马上向我汇报。开始。
去提十个弹药给那学生的家里人送去，就说他染了风寒不治而死，记得穿便装。是。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，瘦了，前腿怎么又胖了？皮六长大了，大家伙都还好吗？好了呢。听说你们都进了工会，算入了正路了。你们高兴啊？一爷呢？一爷怎么样？他怎么跟你一块回来？我们可都想死他了。我不是跟你们都说了吗？一爷有孕在身，行动不方便，在这个仙圈养胎呢。哎呀，忘了。这事儿好，我们都当叔叔大爷了。皮六，你当小叔叔了。孩子们，赶紧上厨房帮忙去，今天晚上好好大吃一顿。老高都是好吃的，好吃的。事儿办的怎么样？霍顿还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。听说今天巡捕房又死了一个学生，我想未来几日局势可能会更复杂。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慢慢来。今天我还发现霍顿这老小子私藏了很多的古董和字画，那随便拿出来一件都价值不菲。这些宝贝啊，都是祖宗留下来的，要是被霍顿带到英格兰去，哼，真是我们这些后世子孙的不孝啊。没错，我的儿子呀，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呀？你怎么那么狠心抛下你爹你呀？就这么一个人自己走了呀？行了啊，这本身就是读书的孩子，身子骨比较弱，在里边染上了风寒，而且呢他又是自己不跟我们说的，哎，就是没个享福的命。来，这点钱啊你拿着。我不要。这钱是我们领事特地让我给你送过来的，来，拿来。赶紧给孩子下葬吧，好歹让孩子投财，这种事别拖，好不好？而且这种事儿啊，尽量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别节外生枝，惹出更多的麻烦，知道吗？太太，保重啊，老爷子。四号虽然死了，但他是为大日本帝国的百年计划而死，死得其所，死得荣耀。渡边君，你要想办法把他的尸体拿回来，运回过去，让内阁的这些懦夫们看看，什么才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。嗨，现在这盆脏水泼到了英国人的身上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份脏水只是开始，明天才是真正发力。よし、他の締めにしてるぞ。怎么会这样？伯父伯母，我是王栋的同学，好好一个人，怎么就这么走了呢？听说是得了风寒，我们也不敢拖累大家，不敢吱声，拖着，这病情就耽误了。放屁！我前两天在这牢里看到大家，王栋方面还好好的呢。爸爸还有什么说法？王栋不能冤死，好好一个人不能这么突然走了。我们给葬送费，让我们马上把丧事给办了，也不让深葬。这叫做贼心虚。事有蹊跷，伯父伯母，我们不能这么算了。爸爸。
先生，你又做噩梦了吧？啊，没事，你放心。真没事。就知道玩，救国救民哪里是拿来玩的事？你就真以为你们上街游游行喊口号，英法日这些国家就能真的听你的？在我看来，这跟过家家差不多。你怎么这样说呢？怎么，我说的有错呀？我看你呀，真是越活越幼稚了。你是来当我爹的说客的是吗？我可是为你好，你是个学生。又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，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让于伯伯怎么办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更何况我是个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的安危，但是比起国难当头、民族存亡，我个人的安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而且我可不想当个像我爹一样的利己主义者，我更不能像其他女孩那样待字闺中，做做家务，等着嫁人。哎，说了这么多的大道理呀，在我看来，你就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，你特别希望自己每天很忙很忙，好让你赶紧把某个负心汉、白眼狼给忘了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别再提他了？好，好，好，不提，不提。哎，今天刚出的报纸。也不知道该不该给你看。太欺负人了！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出去。哎，早知道你这么冲动，这报纸可就不给你看了。美惠，你看见了吗？有一条鲜活的生命，有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。世界已经那么乱了。学生们都在一个一个的牺牲，难道我还要在这个安乐窝里面苟且偷生吗？可是于伯伯说了，不让你再插口这事儿了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谁也别想拦着我。梦竹，梦竹，梦竹。父亲大人在看今天的报纸吗？是。不知道你看见了复旦学生惨死于英巡复防的新闻没有？看见。不知道您看到这样的新闻，您作何感想？你想让我有何感想？都是因为你！当初如果你把他们都救出来，王刚就不会死。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你跟他们都是一样的。都是手上沾满学生鲜血的刽子手！梦竹，你怎么能这样跟你爹说话呢？我说错了吗？他答应过我的，他说就算牢里的学生暂时不能被释放，他也会保证他们平安无事。现在呢？现在我告诉你啊，你
再也关不住我了。我现在就要回到玄神他们那里去，我要跟他们一起抗争到底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跟着他，保证他的安全。是。I pray for my father. I had hoped faith could save his soul. Jua, I am willing to serve my entire life for you, in redemption for his sins. Please help keep him away from crime.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,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. I pray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. Amen. 这次你怕是冤枉你父亲。冤枉？这事有点蹊跷。出事那天，我正好跟他在一块儿，看他的反应，根本不知道有个学生死。他是要停止罢工意愿的，只是不肯低头罢了。可生不放都是他的人，那又会是谁呢？世事复杂，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真的愿意相信我父亲？至少，在这件事情上。我愿意相信。医生，或者领事来了，好像要告诫的。Come and confess your sins. Forgive me, Father, for I have sinned. It has been 6 days since my last confession. I am the representative of Great Britain in this country. The things that I have done, I don't know what to think of them.You have realized your mistake, but you still have a chance to make up for it. M 总。别光吃面，喝口热茶。嗯，你看你这喊了一天，嗓子都哑了。哎呀，没想到这游行革命是这么过瘾的事情。你如果看见流血负伤就一个个在你眼前牺牲了，你就不会觉得这是过瘾的事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你要革命。我就陪你革命，哪怕是真的牺牲在你面前，我也觉得值了。哎哎哎，你们俩当我不存在了是吧？麒麟，嗯，我问你个事。你说。我听我爸说，红三回来了，他还做了这次罢工的调解人，是不是？是，好像是吧。你们俩兄弟一场，你怎么也不劝他一句啊？这个事儿可是挺危险的，这搞不好命都没了。继续说。现如今这是乱世，你说，这一个好好的学生在牢里都会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了，做点什么不危险是吧？再说了，我三哥这人啊，福大命大，肯定没事啊，肯定没事。裴慧，你一会儿去哪？回家啊？怎么了？嗯，那我们也走吧。啊？嗯，先走了。再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哎，三儿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还为霍顿这事儿烦恼呢？啊？
我已经发现这个霍顿的弱点了，就还是一直没找出什么法子撬动一下这个点。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总不能到时候拿着刀，逼着他签字吧？哎呀，你们一天到晚霍顿的，哎，这个人就这么难搞吗？影族界的总领事相当于封疆大吏，不是一般人。是人他就有弱点，哎，就比方说这个做菜，无非就看你怎么下料了，或煎或炒或炸或炖，或炖，或炖。哎呦，你说这老东西怎么起这么一个名字？哎呦，霍顿。霍顿，或者可以炖一炖。美人，太棒了。你慢吃，我已经想到怎么收拾这个老小子的法子了。这小子，哟。大厅清楚了，四天前是霍顿派人将王栋的遗体送还给王哥王嫂的，还给了10个大洋做安家费，并叮嘱他们俩一定要将王栋的遗体快速下葬。可是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女同学上门拜捷，说王栋死得蹊跷，所以他们俩才决定上门去闹的。知道了，你辛苦，快点休息。好，二哥，那我先下去了。这个节骨眼儿。霍顿毒杀学生，什么目的？就算霍顿傻，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如此冲动的举止。再说他后面的所作所为，显然是想息事宁人的。还有这个女学生对时机的把握可太巧妙了，她知道狱里这个死人的情况居然比我们还快。这个人的身份啊，值得怀疑。可是谁会这么做？目的又是什么？你想想，一定有人希望霍顿不服软，强硬下去。霍顿继续强硬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罢工不能停止，而罢工不能停止，上海就会继续混乱下去。对谁有利？日本人，肯定是日本人。没错，日本人目前在上海没有租界，没有领地，局势一乱。他们正好可以借口增兵上海。余方同志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什么？炖霍顿？霍顿这老小子做了这么多坏事，心中有鬼，最近是噩梦连连。我在想，咱们索性用个法子，让他这些噩梦提前的实现一下。霍顿，或许可以炖上他一顿。霍顿啊，哎，这老小子名字起的不炖他一顿就对不起他爹。三弟，那你准备怎么炖呢？这件事光靠咱们几个怕是不够，应该要多招集些人手。这样，明天一早我们集合在大杂院，统一规划部署一下，提前开一个炖货大会。炖货大会听着就有意思哎。好，会议来，干了，干来，嗯。这王栋死的第二天晚上，他的一个女同学来看他，
求他送个吉祥。第二天，他带着我们去巡逻房，去讨个说法。我们一去才知道，他哪是这么的疯癌死的，他是被火灾给毒死的。狼哥，您能不能大概跟我说说，那女学生长什么样子？鹅蛋脸，瘦瘦的，高高的，不过人还不错。几个巡捕拿枪指着他，他还敢带着学生吼啊叫啊的。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特征啊？没有，就是个普通的女孩子。你打听她干什么？没事儿。王哥，这是码头工会给您二老的抚恤金，您拿好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如果再让您见到这个女学生，您能认得她吗？当然，才见过，怎么会忘记呢？那就好。进来，会长。凤竹呢？我陪了他一整天，一直都在英领事馆门前游行抗议。这会儿大概也是累了，已经回房间休息了。他现在跟我们的隔阂是越来越深了，你帮我多盯着他点儿。是，请会长放心。季连，新来的花匠说，院子的昙花要开了，你陪我去看看。好啊。这套宅子我买了有20年，可是这花坛我没来过几日，自己家里有的东西，非要让别人提醒。才想得起来看，说出来啊，如同笑话一般呢。会长，您每日日理万机，哪有这闲情逸致打理这些花花草草啊？我夫人萧萧在世的时候啊，也经常约我到院子里赏花。那个时候，我忙生意忙昏了头，经常是聚少离多，我就算是回家。也是蒙头就睡，对他不理不睬。但是，潇潇肚子里刚刚有了萌宠，那脾气大得很啊！我要录个半个时辰不跟他讲话，哎，他的脸就是这个河豚鱼啊！他喜欢花，种花、赏花，手里抱着石头记，哎，还学了一出。黛玉葬花，直到潇潇去世后，我才知道，他这一生过得并不快乐。他是我师父的女儿，他喜欢我，可是我敬他，远大女儿，我可以为他买下一轮月亮。却没法陪他上一场昙花。再后来，我是更加的烦恼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管蒙冲，索性把他送到法兰西去游行。哎呀，时光荏苒呐，一眨眼，蒙冲已经成了大姑娘。其实想想，他长这么大。我真正的在他身边陪他的时间没有几年，我心里一直觉得挺愧对他点儿呀。那会长，您今后多花点时间，多陪陪他不就行了吗？
花有重开日，人物在少年。我现在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儿，我都是反复的思量，万千小心，生怕一个不慎，又做了一个追悔莫及的决定，就像那荒唐的订婚宴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我于某人可以至千金不动一次。 而在自己的女儿面前，却乱了章法，昧着主意。会长，您这大概就是爱之深吧？看来这个昙花是开不了。 大早帮我打探到，那个霍顿手下的赵管家，在永安路包养了一个情妇。每周四下午，他都会跑过去和那情妇私会。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今天正好周四，我们要对付霍顿，就从这个赵管家下手。嗯，有意思，这好玩哎！<笑>就这么干了。老车，你这次任务可解决了？还好还好，这是手到擒来呀。 那咱们马上分头准备，下午正式实施顿货计划。真好哎，这又回到原来了。没错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一股脑又可以并肩作战了。嗯，兄弟齐心，再难炖的火炖，我们要把它给炖烂。对。 去哪儿？我们说，永安路，赵家花园。啊，老师。哎，哎，哎，慢！哎，车夫啊，哎，这条路走得对吗？那当然了，这是抄近道，放心吧，啊。 侯参先生，哎，你是哪位啊？我呀，我，哦，领事馆的赵管家。啊，救我，救我！谢谢你今天救了我啊！哎呦。
哎，我什么味儿啊？什么？那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事出紧急，我手里没水，刚好我那马车那马呀撒了一头尿，我就给。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赵冠山，这我也不是很懂啊，但我怎么觉得你看你，这又是火又是尿的，这简直就是祸从天降、水火不容的征兆啊！征兆？你说我是刚刚开始的？我是真不知道。哎，您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叫徐半仙的人吗？哎，此人在上海那大大的有名。此人号称他批字算卦称第二，就无人敢称第一。你给我找这算的。我找的，这我不认识。你带我去。哟，我这后面有安排。不是，你就看我已经这么惨了，你就不能见死不救啊？你这是。哎，你走一趟。哎哎，谢谢啊，兄兄弟太谢了，你等等我。哎，我得叫您徐大人。是是是，您呐是救了我们家一家老小啊，对对对，太灵了。是是，你看，让我这老伴儿老来得子啊，老来得子啊啊啊！哎呦，大仙儿啊，哎呦，您就是他再生父。哎，不对，我到时候请您吃茶。哎，怎么这么恭敬我？哎呦，马尿味儿了。哎，我请您吃茶。哎，满月酒。哎，快快快快快！徐半仙啊，我。徐大师，你得帮帮我呀、啊！我今天一早出门就太倒霉了，差点死好几回。你帮我看看吧。哦。队长，咦，怎么了？不，我给钱的，不够的话我可以回家去拿。我不看。你不是。你怎么不看呢？他不看就不看，看就不看呢。他不看，他好，别，那个半仙儿，您不看也得给他个理由啊。啊，对啊，你得给个理由啊。给个理由是吧？啊。这摇卦、批字、看相、算命，有的时候呢，就像医生救人一样。啊，这医生呢有三种人不能救。哎，我这徐半仙有三种人。他不能算，哪三种啊？第一种，病入膏肓；第二种，回天乏力；这第三种呢，死人。你是说我已经回天乏力了？不不不不不！啊，您在我眼里就是死人。啊！嘿，那我可怎么办呢？我现在给。你得想想办法，你得救救我呀！好好好，范仙儿，这位老赵呢是鄙人的一位挚友，所以你看能不能想个法子帮他救一下？去！哎呦，这太难了！难证明就还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再难的话，我也看。对，怎么做？那我就试一下。试一下。是，好好。那你抬头。啊，今日本是家人有约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废话，人家是半仙儿，这点事儿不知道还叫半仙儿吗？哎，程总，你就应该是属于朝廷衙门的侍奉。哎呀，太神了！他什么？他从我是个衙门去阎衙门。哎呀，难怪吧？啊，哎，你看啊。他这印堂发黑，还真是啊，大凶之兆。没错没错没错，你这个遭遇呢，今天才是刚刚开始，以后呢，
不仅是你，我是怕他的家人一样的遭殃。那倒是啊，活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呀！你得啊，您所侍奉的人近日来可真有血光之灾啊！灾过，灾过不少。哎呀，而且是噩梦连连。对，说的太对了，太深了。你看，啊，全是预兆，全都是预兆，是吧？你看啊，本来这个厄运呢，本不该是你的，啊，是你的主子呢做了太多了，他连累了你。现在你的主子身上这个恶鬼太多了，把这个阎王都给惊动了。你呀，跟他走得太近了，所以这阴曹地府呢，就一块把你的命，也一块给收了。哦，我说嘛，就是这样啊！现在大仙，你得救救我呀！你得想办法救我呀！我给你跪下了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哎呦，狗你听我说啊，我这个小鬼斗法还行。你说这个，我哪有这个跟阎王斗法的本事？不是，你是神仙，你怎么会没办法呢？你这肯定有办法，你那就救救我！帮忙！大仙，如今之计呢？只有是。死马当活马医了，对，你这个祸呢是你主子起的，是啊，是吧？这首先要查就得查本，要治就得治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你想得救，首先要把你主子身上的恶鬼驱除掉才行。就是这个道理，你可就太有钱，没事儿。不是钱的事儿，不是钱的事儿，不是钱的事儿，听他们少说两句。此时之前，你叫你的主子把这个药吃下去啊，然后呢，把他从后门给我送出来，我给他偷偷的做一场法事，然后明早之前，我再把他原路送回。不是，这样这么做吗？这为难就算了。哎呀呀呀！我求你，为了我们一家老小，我干，我干，我请切记，天机呢不可泄露。这场法事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不能让你的主子知道，否则那就前功尽弃啊，祸上浇油。吓死你就更惨了，死更惨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去做。再说这个人坏事太多，害人不少，我也是帮他忙啊。我帮他收钱就不错了。秦经理，人招齐了吗？齐了，一共20个，加上之前招的那一批，已经57个了，个顶个年轻，人高马大，都登记好了。请。阿苏。麻烦站起来一下，来。还有你，起来一下。这就是你他妈跟我说的个顶个年轻，人高马大呀？你当我瞎呀？齐经理，你要理解，现在整个上海都在罢工。要找一批和工会没有瓜葛的，实在太难了，还不是本地的。你他妈笑什么？就这样的能干什么呀？好笑吗？确实好笑。你他妈的工人都笑了，你不笑啊？啊？各位。
我不管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，打算在这儿坐多久，我请你们搞清楚一个事情，这里是他妈谁的码头？只给你们提一个要求，每天的配额必须完成，完不成配额立马走人，都清楚了吗？报告，我有个问题，你他妈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你说，那配额啥意思啊？没有，过来。你不用知道配额是啥意思，你只用搞清楚，交给你的活儿要做完，做不完你的活儿就滚，清楚了吗？要不是你这码头给的工钱高，请我都不会。知道工钱高就好，你也不打听打听。现如今你在哪个码头上能找着活干呢？在哪个码头你们能挣到这口饭吃啊？想吃这口饭就在这好好干，不想吃就滚蛋。滚蛋！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就此请示了，要演好自己那点戏。发戏吧！兄弟们，下午就打完台了，就等今晚主角登场了。师爷，下一个该谁了？怎么跟你小子在一块儿，这不是唱戏就是演戏，我们都快成驴儿孩了。废话，这么好玩的事儿，没生一天不错了。老初。你的药到底灵不灵啊？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我这药是经过我千锤百炼的啊，六成迷魂丹加上四成蒙汗药，吃完之后有三分清醒，七分糊涂，那是似真似幻，如梦如醒。哈哈哈哈啊！我能不能换个角色？哎，这话说的，咱们哥几个里边谁比你更像坏人啊？好吧，坏人就坏人吧。抛砖引玉懂吗？今天晚上你是砖，人家霍顿才是玉。希望咱们的管家老赵能顽强的坚持住口，让霍顿顺利的把我吃进去。现在大家准备一下，出发。好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啊，不是，三儿。我怕这个奶凉了不好喝。哎，今天你出去了时间挺长的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下午出去过了。不瞒您说，这几天我也睡不着，失眠，做噩梦。然后呢，我听说有一个非常灵的道士。哦，看出什么了？给我算了一卦，给我开了一些助睡的药，啊，那你今天晚上你试试，如果有效，明天我也吃，啊，好好好好，不过三儿，睡前喝杯牛奶也助睡呀，啊。相不相信报应？啊，我们中国有句话，叫做“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”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就说啊，人做什么，上面都知道。跟我们一样。回去，还要睡。回。Yeah.
这是我们日本国最好的白酒，请尝一尝。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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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。胡先生，拜托你，赶紧把他送回来啊！被他发现，我小命不保啊！你放心吧，
天亮之前我一定把人送回来。哎，你算信不过我，你还信不过徐半仙吗？我信得过，信得过。徐半仙，拜托了啊！明天早上等他醒来之后，你知道该怎么说了吧？我知道，我背了好几遍了。你记住了，哎，我帮的是你，我帮的不是他。想要解决你和你家人的问题，要看我今天的发誓和明天早上你是不是能够破功了。是是是，对吧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我的家人的安危开玩笑的，对吧？就是说，你赶紧把他送回来，是吧？哦，当然会送回来，我要这堆烂肉干什么呀？就是，这这是是，好嘞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开始啊！我都等不及了，我马上就要弄醒他了。准备升堂，顿挫断。管家，管家，先生，你醒了？昨天晚上我是一直在这儿吗？您当然一直在这儿啊，你哪儿都去不了啊。只不过我什么？只不过。你半夜突然大喊大叫，声音特别响啊，好像有人在谋害你一样。我是被你叫醒的，我赶忙过来，我怕你发生什么意外或者是有什么事儿找我，结果不是，你是在说梦话，不断的说。说我说了什么梦话？那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说呀，说呀说呀说呀说我有罪，我认罪，都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这样觉得，我不应该向他们开枪，我立即释放他们，我马上签字，我马上签字，我签字。 OK 知道了。不是先生，您的脸色不太好看呢。不过我昨晚挺好，睡得挺好，呵呵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我走了。哎，昨天你说了你看了一道家。啊，对，道士徐半仙，全上海闻名啊，呱呱叫的灵，给他请过来帮我看看。这恐怕不行，他从来不登门的，都是人家上门。不过凭你先生的面子，你也许会来，我试试看。哎，好。会长，您这是？这些钱已送给英租界的巡捕头，就说我拜托他关照在押的工人和学生。上次的这种事情万万不能再发生了。好的，您放心。徐大仙，徐大仙。徐大仙，徐大仙，徐大仙，哎呀，
这大师做法师辛苦了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大师啊，是啊，哎，您一切顺利吧？顺利顺利，我多亏您，谢谢，太谢谢您了。我是一切按照你所说的去做的，我家组织没有怀疑。嗯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嗯。你身上的这个厄运已经被解了啊！是啊是啊，但是现在我家组织想让您给他看看。那我不去。哎，别别别！哎呀，你不去的话，大仙我没法交代。你就随便糊弄两句他。我徐半仙是糊弄人的人吗？不，那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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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说呀，他很有钱，非常有钱。再说洋人的钱，不拿白不拿，不是？我是看着你的面子，我就陪你走一趟。